那这根自拍棒呢是？那这根自拍棒呢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我来玩玩看的。那反正我们就真心的跟大家分享。那这自拍棒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我来玩的。那他们也没有付我钱业配。那这支自拍棒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我来玩的。那我也没有啊。那这支自拍棒就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来。这支自拍棒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我来玩的。那我就开心的分享啊。那就那这支自拍棒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。那这支三角自拍棒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我来玩的。先跟大家说，那这支三角自拍棒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我来开箱的。那就是我认真开箱，那希望有帮助到大家选购。Jesus Christ！那这支自拍棒虽然是 Magic P 啊直接寄给我来，我没有花任何一毛钱，但是他们也没有更。那这支自拍棒是 Magic P 啊直接寄给我来玩的。那他们没有给我任何一毛钱，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开箱，然后好好的跟大家的分享。Jesus Christ！ 那这支自拍棒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我来玩的，所以我没有花任何一毛钱，但他们也没有用。那这支三角自拍棒也是 Magic P 啊，直接寄给我来玩的。那我们就开心开箱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把它打开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里面长怎么样，我们就来。那不知道 Magic P 啊美极品这间公司的人，我简单说明一下，就是他们有做很多的手机啊，或者是。那如果大家对 Magic P 啊美极品这间公司不熟悉的话，我简单说明一下。我之前有开箱过它的灯光、它的摄影棚、它的小小摄影。就是他们是一间公司，专门制作一些摄影相关配件啊。那如果你对 Magic P 啊这间公司不熟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简单来说明一下，就是他。那如果你对 Magic P 啊不熟的话，那他们其实就是做很多很多的摄影手机周边的配件啊。那我之前有开箱过他的灯，摄影灯还不错，然后他的麦克风，还有摄影棚的部分。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开他的自拍棒啦。那如果大家对 Magic P 啊美极品这间公司不熟悉，我简单来说一下，就是他们制作了一些很多。就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之前有开箱过他的摄影灯、他的摄影棚，还有他的麦克风，所以有兴趣你可以去上方或下方链接看一下。那如果大家对 Magic P 啊这间公司不熟悉，那如果大家对 Magic P 啊这，
那如果大家没有听过 Magic P 啊、美极品这间公司，那简单来说一下，他们就是做一些。那如果大家对 Magic P 啊、美极品这间公司不熟悉的话，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，他们就是做一些手机周边配件、摄影的相关东西。那像是我之前有开箱过他们的摄影灯、他们的摄影棚，还有他的麦克风，那我觉得都还不错啦。那就是看看这个三角自拍棒到底有没有不错呢？所以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。OK，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。OK，盒子里面有一本说明书。有一条 Type C 的充电线，有一条 Type C 的充电线。然后有一个手机，然后有一个弹簧式的手机夹座，然后有一个弹簧式的手机夹座，然后有一个弹簧式的手机夹座。那最后就是，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自拍棒本体啦。拿起来非常扎实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我们的自拍棒本体啦，拿起来非常扎实。好啦，盒子里面没有东西，那我们就来开心分享一下我们的自拍棒啊。OK，盒子里面就没有东西，那我们就来开心分享一下这根自拍棒到底如何使用，还有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What?